因歧视遭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起诉，动视暴雪宣布以1800万美元解决。IT 之家9月28日消息，为了解决平等就业委员会 EEOC 提起的诉讼，即因公司歧视性招聘和管理做法而受到伤害的员工 ，EEOC 的诉讼于周一提交。同一天下午，动视暴雪宣布了1800万美元的判决。动视暴雪是一家游戏公司，包括《使命召唤》、《魔兽世界》、《暗黑破坏神》和《守望先锋》。IT 之家了解到，这项1800万美元的协议是在 EEOC 对动视暴雪进行为期3年的调查之后达成的。